电梯滑下志林夜市的旁边，从捷运站走过来只需要两分钟，大概六年前全部重新装修，室内物况都很棒。大家好，我是元喜不动产的郭明浩，今天要来跟大家介绍一个在建潭捷运站距离100公尺的电梯滑下收租美宅。所在位置呢，就是在建潭捷运站距离大概100公尺，基本上呢就是到站即到家的感觉啦。从捷运站走过来大概只需要两分钟，在士林夜市的旁边。那如果说你们对于美食有爱好的话，其实是非常适合这一间的哦。那我们这一间是电梯滑下，基楼位于5楼，那一层是2户，全幢的坪数是38.05坪，开价呢目前是从2980调整为2750，这个总价大概在士林商圈这附近啊，其实是非常稀少的。那我们现在这一间38.05坪，目前呢里面是规划3间套房，1间2房1厅1卫的案件，那都是满租中。这附近的满足率其实非常高啦，就是说因为它位于这个交通要道上。那屋主目前想出售是因为年纪也比较大了，那也不太方便管理了，就把这个房子顺利的处理这样子。这个房子其实很特别，大概6年前全部重新装修，所以里面的室内物况都很棒。总共4间分别来介绍一下，第一间呢就是2房1厅1卫的案件，其实空间都还算蛮大的。2、3、4间都是大套房。第一间是最大的，是2房1厅1卫，其他呢算是1房1厅1卫的套房格局。每一间都有开窗户，采光都很好。现在这个房子啊，有一个特别的点，就是说因为它位于建潭捷运站的斜对面，它的房子外墙呢也是可以做广告的。房子的优势是什么？第一点，如果您想找捷运宅，它等于是到站即到家的概念，步行建潭捷运站只要1分钟。第二点，如果您想找3000万内的收租自产美宅，那这间也是您的首选。我是元喜不动产的郭明浩，欢迎您的来电，拜拜。